Hey Leon, how do you usually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? 我会跟家人在一起，然后会包饺子，然后会大家一起吃团圆饭，然后我们还会去逛庙会。你还记得吗？ Okay. 我教你包的饺子，对，然后在过年的时候会吃。都记得。那你听了这么多关于新年的事情，你期待去中国过新年吗？我想去中国。我听说那个2016年是Monkey， 对，猴年，猴年。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拍摄当中，你有穿过非常带有这种新年气氛的红色的毛衣，很帅，喜欢，非常喜欢，我也喜欢这个，所以你明年的 wish 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很简单，然后家里人就是健健康康的，然后能够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。顺顺利利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对新年有什么样的愿望吗？大家都幸福，开心，那你也要开心，健康。那Leon常常来韩国首尔。既然你许了这么多心愿，然后我把我其中的想许的一个来年的愿望给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心想事成。 OK。